接下来这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值？你的主管可能在报告，站在报告者的立场，他可能会想要念这个值跟最下面的这一个值，然后他可能快速的算出来说，啊，这边差别大概有到70万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值怎么样呈现出来？好，一，贬到他，二，一般，啊，对不起，二是格式，二是格式，在视觉效果，格式底下又分视觉效果跟一般，好，在这里，资料标签，可是基本上我要请你稍微知道这个值资料标签，你可以再打开我们一般会希望就是说它的值在做一些特殊的设定，例如说至少所有字型我比较喜欢是 Arial， 然后改成12，可是它的呈现我就不希望是什么 1.04 个百万。好，如果你希望这个单位不要呈现，它叫做显示单位为无。再来值，因为它没有小数位数嘛，所以这个值小数位数请改成零。好，那你接下来就会问一个小问题了，你希不希望三位一体？希望嘛。因为这个三位一撇，也就是我们看哦，其实超过100万的只有这几个县市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样出现三位一撇？是不在这里了，不在这边，这边你等一下自己去设定哦。它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如果要让这个数值、这个栏位都要呈现三位一撇，所以请选它。接下来，它在这边三位一撇。然后不要小数位数，因为这个数值的计算收入嘛，没有人在领缴跟分，所以点到它，然后请选千分位符号，请改成零。我接。